在哪儿？回答他的问题。宇宙的天平已经平衡了。如今的原石充满了诱惑，只会引起麻烦。你乱杀无辜！你们应该感谢我。把原石交出来。没了，早就化为乌有了。两天前你还用过。 原始的力量把原石毁掉了，我差点因此送了命。好在都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没有人能阻止我。别相信他的话，我们彻底搜查一下。我父亲什么都干得出来，但他从来不说谎。 谢谢女儿，可能以前我对你真的太苛刻了。怎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次冲着他的头了。